一队列队致敬天安门广场，海民放礼炮，高规格迎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对中国大陆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双方的对话重点就是乌克兰危机。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国立场的核心就是劝和促谈，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习近平同时暗批有关国家应该停止把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而纽约时报指出，卢卡申科是俄罗斯总统普丁最亲密的盟友，他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可能会让北京政府在俄乌战争议题上遭受更多国际关注和压力。 We did very clearly warn China about the implica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going through with providing such support. We will not hesitate.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哈萨克，延续中国大陆可能援助俄罗斯的话题，更公开警告中国大陆，如果向莫斯科援助致命武器，北京当局将会面临严重问题。尽管印度方面认为乌克兰危机是 G20 外长会议重点，但布林肯表明不会与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外长在 G20 场边会面。No plans to see either at the G20, although I suspect that we'll certainly be in group sessions of one kind or another together. 针对美国警告中国大陆可能提供包括武器在内的致命性援助，中国大陆外交部指称，美国军援乌克兰迄今已经超过320亿美元，而且不断加码，对于战争可说是拱火递刀。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may call this a strategic competition, but it's not a polite tennis match. This is an existential struggle over what life will look like in the 21st century.And the most fundamental freedoms are at stake. 中美之间除了对俄乌战争有不同诠释，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成立以来首场听证会也聚焦在中国大陆威胁。路透社报道，美国还希望争取 G7 成员国的支持，协调对北京制裁的实际措施。中美之间竞争的白热化，无疑在美国即将大选之际持续升高紧张情势。记者黎静综合报道。旺旺水神抗菌液，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的，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很好奇在哪里买吧，直接上快点购。